法是立世，不是独善其身呐、啊。佛陀来人间，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入人群教菩萨法。菩萨法安怎教？基台就是讲为佛教为众生，请大家啦，对家己的行为真正的要负起责任，对家庭要真正的和合的家庭，建立了家庭的和合啦，那就是带动社区邻里啦的和合，社区那带动伊起来啦，那才有法度普及社会，那会当社会啦，大家人汇合起来，共同一个方向，这呢就是邦国兴邦啦，这个定国，总是呢，这个国家要安怎会兴？那就是咱的社会啦，要稳定，这叫做安邦定国。安邦定国就是规个社会啦，会当安平安啦，迄、那个国家对当头稳定啦，国家稳定，人人啦、啊，殊荣共享，才会当真繁荣。这种时候。咱持戒，把佛法啦，运入社会，这个运转，这叫做转法轮。转法轮，不是干那佛陀来转法轮，不是干那出家人来转法轮，其实呢，其实啊，就是菩萨，菩萨呢。转法轮，因为呢，要让人间呐、啊、佛法普遍，除了社会基础啦，的力量上大。伊出家人的量并不多，社会啦的基础力都真大，但是基础啦，那有正法，这就是。社会的福福祉福祉，就是恁行到位的所在，就是有福啦，叫做福气。卡家咱持戒在国气啦，会当安尼助持佛法，佛法开阔持戒，持戒开拓出了人间法。这呢，咱都爱无分宗教，我们都要通通拥抱啊！哪里苦，我们就哪里的方向去帮助苦难。所以各位菩萨，一滴水滴入的缸的内底，就是一缸水。这缸水啦，来给倒入去溪，那这条溪所流的水呢，烫大海，那也是海，叫做法海无边。那咱福呢，该汇合起来，普及天下，就是福庇天下。所以常常讲。唔通轻视五角形，咱都是从五角形开始。咱的委员，咱的会员，咱吼嘛是同款啊，一定会员，咱来去交无会员，唔是为着钱，因为你交无会员呐、啊，是多一位会员。多来了解慈济，慈济中啊，互相度化，要安怎好的化，
船啊，要安怎样好的礼节，人人都能如法如理人间的礼节，这个是度化人间。所以佛法不是只要要法官去出家，这样叫做道场，咱家就是道场，这个所在，大家人如归如法，这就是道场。所以说菩萨师父真期待恁，我讲的话，恁拢爱听进去，从家己开始，那带转去家庭，伫家庭啦，那带伫恁的社区，把社区呢汇合起来，整个社会，这就是安邦定国，就让普天之下有共同的方向，这叫做宗旨，宗旨的教育，所以叫做宗教。啊，宗教呢，有无同的国家，有无同的生态，有无同的文化、人文，所以咱都爱互相爱尊重。那、啊、这共同的宗教啦，这。赶快宗教两字，这叫做共同的宗教。这个共同的宗教呢，那就是这个爱。不管它是什么宗教的名称啦，汇合起来呢，就是一个爱。所以呢，大爱普及天下，佛法就是要遍虚空法界。啊，这个遍虚空法界不只是呢在咧讲话的事，微细到个起心动念，我家己修行啦，爱修的这念心，我若起一念不好的心，我较紧爱紧修倒转来。哦，不对，我不能生气，赶快自我控制。啊，对这一个人，啊，那安尼啦，我自己要赶快收回来，要众生都要爱，要把他渡进来，所以要宽他，要让他，这就是我们要安怎样度众生，所以要有开阔，心包太虚，心啦。爱学到有法度呢，心包天地宇宙啦，这叫做心包太虚。啊，咱的度量呢，要量爱做三界，只要有土山，迄、那个地方，咱就是要爱普遍到迄个所在爱，同款也要爱把爱扩大到遐尼大去。所以吼、哦，心包太虚啊，爱开大咱的心胸，才会当让他叫法度爱他。你不让他跟他争，小的是人甲人争，大的呢就是甲社会纷争，社会纷争呢，国家大的那就是国家纷争啦，那就是。人不饶生，这人的纷争啊，很可怕，比天灾更加可怕。天灾啦、啊，这一定的灾难啦、啊，过去呼吁大家人来去救灾哦，各界重建哦，这呢虽然灾情大，不过呢还有希望。可以多久的时间把福建富裕的力真大，只要咱持戒，大家也这心念一致啦，啊，持戒的那个量就会大，那就是力
就会真巩固。咱大家人点滴出来呢，全球汇合可以国际帮助国际间。啊，国际呐，拢平安呐，叫做天下和平。这呢，总是咱爱重视，咱每一个人呐、啊，都有很重要的力量。所以吼、哦，天下匹夫有责。咱期待，咱爱做者对天下呢有用，一点点啊。真有路用哦，唔通轻视，所以咱唔通轻视家己。